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，全省大部是山地丘岭，西边是武夷山，东边是大海，封闭的自然环境使上古时代的福建开发较晚。尽管如此，历代中原人依然可以通过武夷山隘口或海路进入福建。山川阻隔，移民时间不同，使福建成为全国方言最复杂的省份。闽南话、闽东话、闽北话和客家话互相之间几乎无法交流，那福建人的祖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读历史，明事理。大家好，欢迎订阅爱史说。提到福建，你首先会想到什么？武夷山、闽南话、鼓浪屿、闽江、南少林、霞浦、客家人、畲族人、永定土楼、严复、冰心、沙县小吃、安溪铁观音。是的，福建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、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。历史上的福建先后属于闽越国、闽中郡、建安郡、闽州、福州。福建路和福建布政史司，福建之名始于公元733年唐玄宗年间，当时设立军事机构福建经略军使。福建即从福州、建州、今建瓯市各取一字组成，福州、建瓯都曾经是福建省会。在远古时代，福建大地上就有原始人生活，由于山川阻隔，他们与外界几乎没有来往。在古代典籍中，关于福建最早的记载出现在《周礼·下官》《辨其邦》《国》《都》《比》《四夷》《八满》《七闽》《九合》《五戎》《六狄》之人闽。七闽是指生活在福建的七个原始部落，《周礼》把闽和夷、蛮和并列，是华夏人对周边民族的歧视，但从侧面体现出福建尚未开化，与中原缺乏交流。在古汉语中，闽字最初指长蛇，原始部落的闽人大多信奉蛇神。一直到战国时代，强大一时的越国被楚国消灭，有一批越人不愿臣服于楚国，他们迁徙到福建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并与当地闽人融合，在福建建立闽越国，这是福建境内第一个政权。考古发现，在闽越人之前，原始人类在福建繁衍生息了数十万年，20至40万年前学会打猎，打制尖锐的石头包兽皮，甚至可能已经懂得用火，18万5千年前能够用一些先进的武器猎得一些大型动物，5至10万年前能够狩猎捕食的动物种类已经十分丰富，7000至17000年前会手工磨制一些精致的工具或装饰品，6000年前学会了制陶，陶器上还有精美的装饰花纹，5000年前开始捞食海鲜，尝试种稻子、养猪养狗，出现原始农业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灭了越国，许多越国人逃离故土进入福建，与闽族土著相互融合，并产生了闽越族。当年的闽越人长相特征、习俗和现在的福建人几乎大不相同。夏朝的时候就有鱼越的称呼，越是对南方诸族未开化或不了解的地方的泛称。闽越族出现的时候，中原人就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统称为百越，大致吴越是江浙沪一带，福建是闽越，广东是南越，广西是洛越，又称百越民族为南蛮。这里的蛮最初指的是村庄。春秋战国时，楚国的国土跨越长江南北两岸，也长期被中原各诸侯国嘲笑没文化。现在看来，把南方称作越，实在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无知无奈或者偷懒行为。一直到西晋，学者陈赞在解释《汉书》的时候，还在说自交趾，越南北部至会稽、苏州7-8千里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。到西晋末年，中原民众大量迁徙到福建之前，中原人对福建、对百越族的描述几乎单凭想象和极其混乱的，拿现在的闽南话说叫画虎栏。不了解归不了解，中原的知识分子向来对于四邻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，谈到南方的话题甚至都带有歧视色彩。《礼记》是儒家经典，涵盖秦汉之前的礼仪论著，书中说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，雕题指纹脸，交趾指盘腿而坐，可能是从事海上渔业生产的习惯。到了《后汉书》，更是把交趾解释为男女共浴。唐朝史学家杜佑又添油加醋，称南方夷人，其族大致开广，并族而立，其趾则交，故名。交趾这个词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前面说的指越南北部，西汉曾设立交趾郡，及至近现代，福建、广东沿海一带仍有将没有户籍的渔民，但家称为屈体，由于常年海上海边作业。
经常屈膝盘坐，脚趾分开，腿部弯曲不直，与交趾的蔑视意味异曲同工。《山海经》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，这本从战国写到西汉初年，作者据说是楚国或巴蜀人，这些地方距离福建相对还算是比较近的。但说到福建时，仍称闽在海中，其西北有山，一曰闽中山，在海中。东汉的《说文解字》对闽的解释是：闽，东南越，它，蛇，种，真是简单粗暴。古人不了解福建，我们却知道闽越人去哪了。越国被楚国打败后，越国国王的长子玉在福建建立了闽越国。闽越国的经济、军事实力一度非常强大，秦汉时期不得不将闽越拆分成欧越和闽越等，把潮汕划给南越管辖。秦朝末年，闽越王吴珠率领子弟兵先后参加了反秦和楚汉战争，为刘邦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。吴珠被西汉中央王朝正式封王，也是首封的少数民族异姓诸侯。吴珠死后，闽越国开始强力扩张，称霸百越，甚至让周边的刘姓皇家诸侯也不得不臣服，一直发展到东越王于善自立为帝，反叛朝廷，这让汉武帝坐卧不安。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在击败北方匈奴后，腾出手来调遣四路大军共数十万人攻占闽越国，闽越国从此消失。闽越国的国运总共才92年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发起了南征百越的大规模战争，最终将广东、广西、福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，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。不过秦朝并未对福建进行直接管辖，而是由闽越首领吴珠勾践后裔管理，闽中郡享有高度自治权。在秦末的楚汉之争中，吴珠站队刘邦一方，在军事上协助过刘邦，从而受到西汉的信任。在吴珠的励精图治下，汉高祖五年，闽越国得以复国，以野城为都城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州。闽越国不断发展壮大，引起西汉的担忧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，派朱买臣消灭公开反汉的闽越国。闽越国享国92年，汉武帝对于统治崇山峻岭的福建毫无兴趣，但又怕彪悍的闽越人造反，于是把闽越人强行迁徙到江淮之间。从此福建最早的主人闽越人却在福建消失了。在此后长达300年的时间里，福建是一片荒无人烟之地，只有极少数驻军留守侯关、福州，部分未迁走的闽越人进入山区，沦为远离文明的山越。福建长期没有设立郡治，连唯一的东至县也到西汉末年才设立。从方言、地名、人种来说，广东、浙江保留了不少古代百越人遗存，但福建人的闽越遗存却几乎没有。从东汉开始，渐渐有少量汉人进入福建，但一直到东汉末年，福建也仅有区区4万人口。进入三国时期，东吴的军队5次入闽，在闽北今建瓯市，设立建安郡，开发经营福建长达数十年。之后唐末五代时期，中原发生惨烈的战乱，河南人大规模入闽，而这次的主角是号称三王的故事人王朝，王审知、王审圭三兄弟。唐末大乱时，故事人王旭拉起一队人马到处攻略，因为得罪了江淮一带的军阀秦宗权，不得不转入福建，入据临听（今福建长汀），自称刺史。后来王旭因为太过暴虐，被王朝三兄弟杀死，王朝被推为刺史。后来发兵消灭盘踞泉州的乱军，占有泉州。后来三王兄弟慢慢发展势力，吞并了整个福建之地。唐朝虽不得不承认三王的占有事实，任命王朝为福建留后，成为一地之主，号为闽国。三王治理福建很有实效，王室开创的闽国持续了53年，在兵荒马乱的五代保住了福建一方净土，他们为福建人口的繁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历史上河南人入闽影响较大，后来闽人称族者皆曰光州故事，其实入闽人士众不是全部来自故事，如唐末五代的避乱者中，来自洛阳、开封等地的也有不少，包括江南的吴郡也有不少人南下。所以八闽通志说，自五代战乱时，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，故建州被五方之俗。中原文化随中州人士传人闽中，中州古汉语随中原移民播入福建，今天的闽南话里还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韵和用语。永嘉南渡时，所谓的陈林八姓带来了当时的河洛官话及河洛话，唐代陈政、陈元光率58姓征蛮，又带来了大批中原人。三王入闽也保留并发展了原来的河洛一带的方言，所以有不少人认为
今天的闽南话就是古代的河南话。如果福建人穿越到晋朝，说不定还能和他们无障碍的交流。不过这也只是不太严谨的推测而已，毕竟古代的声音资料无从保留，许多说法缺乏真实依据。但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如此频繁和深入，古代河南人对福建当地的文化和人口做出过贡献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如果你也喜欢历史，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顺手点个订阅哟。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